想你几天了，你孩子抱不成？哎呀，我晴天我跑龙的了，好吃不呀妹儿？大米哪找的？月子上有啥味道吗？有啥好吃吗？不管都是一天五顿不同样的吃，这点还是可以。幺二幺，明天我们回去了哟。好不容易吃饱了睡着，转悠真行。真的行了。妹妹，嘴活了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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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哦哦！别老样儿哦哦，乖乖别老。呀，没老了。你快去吃你的饭嘛！记得给我把羊肉买起回来。要的。还以为生了就轻松了，其实未来的还是件难事，否则太痛了。嗯，那我走了，东西先放那里吃了，等下就睡到等我来收哈。啊，娃娃应该不得困难，刚刚喂饱了你。好。都吃饭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今天出来吃了个广东炒肉饭，香得很。娘们儿吃了多味道吗？这也香得很，但是。不晓得坐月子的人敢不敢吃这个东西，香料有点多，确实香。妹妹，你我看这个东西要在哪边才买得到？这晚上要怕买不到。刚刚幺妹儿给我发过来，喊我给他买的。这超市头还有我们无印店应该有。这个月子嘛，和乳头都好多钱？一共133。好贵呀、啊！主要是乳头搞贵了嘛。哦，要得，好嘛好嘛。还没行啊，给你买东西了，你叫人家吃饭。哎呀，行不行？不要诱惑我。算了，不想跟你谈判了，好吃，你又不敢吃。你还买你这次买去了，另外买了两个月子嘛，带个薄一，带个薄一点的嘛，这个，拿菜带去，不用洗了，直接带了，马反正马上要回去了的。你是说在你自己的妹风的都带了去？带一些好点，我觉得。带一些。这得我这个油头发，汗水全部打湿完。还另外还买六只狗。你说痛的吗？娃儿揪得你。啊，就是奶奶太痛。你是不是妒忌了？还有。感觉就是有好久，感觉有久。那个是乳头膏。你先把土豆拐，腐了然后买的土豆。对了，养养你这。啊。这超市买的土豆买了3个，你先拿腐来，不通色，我们不敢出粮。给你这一看。拿腐的吗？嗯。咦、嗯，别了别了，哎呀呀儿呀！哎呀，我就想看到你。哎呀。哎呀哎呦，幺幺哎！你姐这么贵，想你几天了，你孩子抱不成？哎呀，我晴天我跑龙的了，哎呀，我的腰棍，别了别了，来我抱了，这要哭了，哎呦，哎呦，看着黑人黑啊，你两个，想抱都不敢动啊，哥，你看一黑两声，你抱他就不哭了。饿了，乖乖，你看，要吃奶奶了。吃了3个小时可以吃肠，再痛都要逼到胃了。再坚持2分钟哈，等我整个月的不整痛点，就洗不到床。不闹玩意儿。你看他的手，你心也空，指甲骨都尖了。可以想想办法，又抢我，哎呦，一种力气了。痛了没嘛？痛的痛一点点了，还是有效果。那腹肌嘛？今晚上还痛的还能拔哈。今天把猪头整回家。嗯，再追加油追。我还不放心回家的。这个有啥不放心的？